大家好，前段时间呢嫁接到了两棵梨树，大家应该还有印象。这棵树啊当时嫁接了四个芽，咱们来看现在一个长势。看，这是嫁接的一个，采用的是复节法，切复节啊，这一个。看这一个。这边呢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大家看现在这个长的40公分了。非常旺，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个芽子给抹啊！现在咱把这个芽子全部抹掉啊！有老铁问，嫁接你不留这个抹芽不留抚养枝吗？大家记住，别管什么果树，只要是小树萌芽前嫁接的，不需要留什么抚养枝，全部给它抹掉，全部给它抹光。让咱们嫁接的成品苗去疯狂的生长就行了，像这小树啊不要留抚养枝，没有意义。看四个芽，这一个是嫁接了三个芽，同样芽子给它抹光哟。这一个芽这一个芽，这个呢是嫁接的一个，三个芽全部都已经成活，非常好。不要留抚养枝，大家记住，小树嫁接，萌芽前的嫁接。